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星穹铁道皮诺康尼美食庆典活动攻略第五到七部分。活动第五天，我们来跟他对话。关于美食庆典，这个 NPC 他占用的就是哪个叫梦境护照，等活动结束后就好了，提交。好了，那我们明天见，拜拜。活动第六天来开始啊，今天这个材料还是一样，在这个白日梦酒店的这个右侧这个房间啊，金色房间上面这个在那里面就能达到。来提交。好了，那明天见，拜拜。今天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活动一直攒着没做，赶紧啊把这个活动领一下，最后一天了，可以直接把这个全部都给他领掉，提交。这活动应该是可以攒着的啊，有不少人应该是攒着一直等着的，把它全部提交好了。那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记得关注再走哦。